大家晚安，我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枫林大道。对花莲人而言，这可能是很普通一个看夜景的景点，但对外地人而言，这也算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要走很远很远很荒凉的路，沿途都要开远灯才看得到这样璀璨的夜景。跟台北比当然没办法灯火那么多，可是它很特别，就是说整个上面的星空星星是非常清楚的，就是说下面是灯海，上面都是星星，只是我用手机拍摄看不太出来，肉眼看真的很漂亮，没什么光害。那这边有两三个展望台，这个算比较清楚的，上面那一个都是树啊，被树挡住。枫林大道欣赏花莲夜景，好，以上。